六人身高161公分，穿着小白鞋，还没有落地。小资女生，我不建议你拿去改，其实你往上绑就好，它没有卡裆的问题。拉开 S 号、M 号、L 号，没有人不能驾驭。它是呢完全冰凉滑料，穿下去就有一层很冰凉的膜在你的脚上。有假胯宽的。大腿屁股比较肉的这条裤子就是会这样整个直摆顺身，屁股的部分完全没在怕大家看的，它没有太多什么透肚的问题啊，内裤痕的问题完全没有，它非常的简约，就只有一个大口袋工装元素，又冰冰凉凉的黑色显瘦代表。那如果呢你觉得黑色衣服太多了，你想来一点花样的话，我觉得深灰很推荐，它有点米灰性哦，米灰的感觉，所以呢它完全也没有什么太多内着的问题。这条裤子我们主打的是什么？修身显瘦又实穿的冰凉工装裤，它整个就是凉凉的，修身指数真的是100分耶。